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Catherine， 欢迎回到频道。今天是模拟市民四猫狗总动员系列的第八集，那我们再继续吧。那我一进来呢，就看到 Jolin 打电话邀请我们小极光去节庆玩呢。什么节庆啊？我连是什么节庆都不知道，就看到 Jolin 传短信还是打电话邀请小极光出事。好吧，那就走吧。我真觉得 Jolin 啊，还有 Vivian 是我们小极光爸爸妈妈呢，真超级想念小极光呢。所以我决定先让小极光呢好好的休息一下，然后带着小草莓呢回家里睡一天吧，好好的休息一下。好，那走喽。我们小极光呢带着小草莓跟妈妈一起去节庆看一下吧，逛一下。虽然说我根本不知道什么节庆，好吃的就知道喽。好，我们小极光来到这个节庆喽。哇，原来是浪漫节庆啊，感觉好棒哦。难道我们小极光的春天要来了吗？好，猫密切注意哦，我猫密切注意说有没有适合我们小极光的对象，看一下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吧，这个浪漫节庆感觉好棒哦。虽然说我们小极光的肚子好饿，然后趣味值很低，没关系，到节庆里来不怕没东西吃，是不是？好，我们小极光呢来这边跟妈妈聊天一下吗？跟妈妈抱怨一下，跟她说妈妈，白手起家果然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啊，好累哦。但是呢，我已经成功赚到第一笔水电费了，超有成就感的。我们小极光呢跟妈妈抱怨一下咯。好，看一下哦，那么小极光呢在跟妈妈讲什么呢？跟她讲一遍，该抱怨一下吧。看到妈妈赶紧一吐肚子中的苦水，不是口水，一吐苦水，对，没错。哇，我们小极光声音好可爱哦，大家听到吗？然后小极光干嘛？小极光非常的无趣，冲在这里想要看电视。那跟妈妈一起看吧，妈妈一起过来，来，妈妈过来吧，跟小极光一起看电视。等小极光去位置补一下之后呢，底下吃东西咯，底下看节庆当中有卖什么好吃的呢。能把小草莓叫过来，小草莓在哪里？过来吧。然后我突然想到啊，就是到时候我们小极光带着小草莓回家住的时候呢，可以帮小草莓用家里的浴缸帮他洗个澡。哇，刚才什么？大家看到吗？刚刚那个骷髅头会动哎，这是灵异片吗？中午12点，大庭广众之下播什么鬼片啊？吓死人了！小草莓来了吗？来了，过来这里。可以叫小草莓上来吗？叫他过来这里，我看一下哦。我们小极光是不是能叫小草莓一起到沙发上面坐着呢？来吧，叫他坐。好，我们小极光叫小草莓过来一起坐在沙发这里哦，一起看电视。都来吧，有了吗？有没有？有没有上去呢？有了，哇，这么可爱。好，过来吧，来，过来这里。我们小极光呢坐在这里。哇，好可爱。我觉得哥哥啊会主动上来这边坐着真的还不错哎。好，那么小极光呢继续来这边看吧，来这边看电视。哇，妈妈抱抱，好，抱一下了，抱一下之后呢坐着看电视。哇，小草莓要跑掉了，怎么了小草莓？上来吧，上来这里坐着，帮我们小极光补充一下趣味值。好看吗？这是很诡异的片。哇，什么？天哪，18禁啊，什么东西，吓死人了。虽然电视节目都这么的这么的写实吗？太可怕了。好，那么小极光好像看差不多了，那小极光过来这边点个东西吃吧。我看一下这边有什么好吃的吗？有热狗，好，来这边点一下咯，来这边吃个东西。我们小极光呢先来杀价一下，试一下吧，帅哥，给小极光打个折吧，打个75折。我觉得你的胡须特别帅，怎么样？听了我觉得心情非常好，是不是有一种想打折的冲动呢？来吧，给小极光打个5折之类的，或者是请小极光吃一下也可以啊。怎么样呢？不，他不要啊。怎样？你不喜欢你的胡须吗？好，算了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喽，那我们直接购买吧。哇，这是谁？这个背影蛮帅的，你看他正面。命运瞬间，正面还帅吗？正面好像也不错哎，谁呀？好像没有看过的人哦，他是 J 啊，他是那个特务，那个名字只有一个字的 J，J 你怎么长得特别不一样啊？感觉平常看起来完全不一样哎，怎么搞的？哪边不同 ？J
所以他是成年人，所以比我小极光大蛮多的。这个是叔叔等级了，好吧，还是算了。好，那我们小极光呢，点个东西吃咯。点什么呢？点个汉堡好了。今天想吃一个双层牛肉吉士堡，好，来点一下咯。然后点菜的时候呢，很顺便旁边这个，我跑掉了。想说虽然他年纪大，还是可以认识一下，就是跑掉了。好吧，算了。我们小极光的汉堡多少钱？多少元？看起来蛮好吃的，感觉 cheese 非常的丰富。好，小极光汉堡，过来这边吃吧。坐在哪里？坐去那边，跟妈妈边看电视边吃。过来这里，过来这里吧。好，小极光跟妈妈坐在这里去吃咯。然后顺便叫我们的小草莓过来一起坐吧。过来这里，那么小极光呢，看一下咯，看美食节目。没错，还是美食节目比较亲民啊，没有什么奇怪灵异画面或者什么十八禁画面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像电视节目这么可怕吗？天哪，公共场合播那种东西真的好吗？哇，这有什么？又有灵异现象哎。然后不是说好看美食节目吗？是美食节目吗？不知道哎，像美食节目都播这种东西哦，这个哪边有美食了？哎呦，我刚来了。是刚才是插播吗？中场休息插播，吓我一跳。好，那小鸡冠呢边看电视边跟我们妈妈聊天咯，跟妈妈来一个深度对话。然后我突然发现这个不是浪漫节庆，我讲错了，这是电玩节。因为看到这个 KTV 就想说第一反应就是啊浪漫节庆，这个不是啦，这是电玩节，差点讲错了。好，来吧，我们小鸡冠呢继续跟妈妈聊天咯，跟妈妈讲一个好笑的吧，跟妈妈讲一个好笑的故事，来一个圈内人笑话。然后可以讲什么呢？你看一下哦，有什么好笑的？哇，你讲这个，跟妈妈开玩笑说，妈妈，你觉得在这个火箭里面做奇怪事情，你有什么想法呢？会不会把妈妈吓死啊？想说女儿现在已经长这么大了，思想这么开放，不知道。哇，火箭飞走了，天哪！好，我们想跟妈妈聊天一下咯，聊一下。然后等一下小极光去上个厕所，厕所在哪里？我找一下哦，厕所在哪边？厕所在这里。小极光去上个厕所，我们小极光走到这个厕所里，上个厕所到公厕里。上完之后呢，我们小极光来看一下吧，这个节庆当中都有卖什么纪念品呢？就是买个水晶球回家，或是买个仙女棒之类的。然后我们看一下我们小草莓在做什么呢？小草莓在跟妈妈玩吗？好像是。我们可以帮小草莓拍个照吗？今天好像没有帮拍到照片。哇，这个 pose 感觉有点诗情画意啊，还故意不看镜头哎。好，帮拍一下咯，一样拍个五张，来个滤镜。我们小草莓增加几个粉丝？哇，增加14个。其实我蛮好奇的，要怎么看说小草莓总共有多少粉丝？不知道哎。好，我们小极光厕所上完了吗？有了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地方有卖什么好玩的东西呢？我来看一下纪念品吧，买个纪念品带回去。好，那么小极光呢买一个水晶球吧，买这个，然后再买一个吹泡泡的，再买个仙女棒吗？哇，突然想到没钱。我们要仔细的买啊，好，我们要小心点，差点忘记没钱了，想说啊每个都买一个，结果发现不行，没钱。好，那买个水晶球哦，然后买个吹泡泡的，仙女棒买一根就好了，超可怜的。好，就这样吧，钱真的是要非常小心的用。那我这边有个目标，就是购买节庆的 T 恤，那么小极光来买一下吧，购买一下这个节庆的 T 恤，25元，超级贵的。怎么样，小极光买了吗？买到节庆衣服了吗？哇，任务解完，成功买到节庆衣服，可以穿一下吗？你看一下哦，我们小极光的节庆衣服在哪边？好像没有自动穿上去哎，可能回家才穿吧，好安心。跟之前我们柠檬不是马上买就马上穿吗？这一次好像没有，好安心哦。那么小极光带小草莓在这个电玩节里面到处走一走吧，来带他遛狗一下。在这里你看一下哦，我们小极光呢带我们的小草莓去遛狗一下，可以跑步哎，好，大家跑步好了，大家运动一下，难得出来玩，我们小极光与小草莓来一个慢跑吧。哇，小极光又快要睡着了，好不容易存到体力又快用完了，真体力消耗超级有点快的。好，那么小极光呢带小草莓去慢跑咯，试一下。
怎么样，小草莓开心吗？又要开始跑了吗？你看一下哦，有吗？我们需要自己操控去哪边吗？还需要主动走？有哦，他主动走。哇，慢跑哎，感觉超棒的。这里有没有？我们的小草莓难得出门运动，应该心情还不错吧？哇，跑得超快的，真的好厉害哦，可以跟上主人脚步哎，感觉好棒哦。怎么了？怎么不跑了？我换方向跑。真觉得这慢跑选项还不错哎，但同时啊，我小极光还是可以练到健身技能的，应该有吧？我刚看头上有那个技能条，所以是主人跟哥哥都可以同时健身，感觉超级棒的，超喜欢的。然后等一下跑完之后呢，就可以回家休息喽。哇，我们的小草莓跑超级快的，我真是狗狗啊！如果说会这样跟随主人脚步这样跑步，真是超级棒的一件事情哎，感觉超幸福的。跟哥哥一起慢跑，怎么小极光要换边跑了？好跑一下咯。哇，好棒哦！看着美丽的夕阳，带着哥哥跑步，跟妈妈出来接亲玩，真是人生一大享受。虽然说老电玩节好像不是慢跑的最佳时机，可是小极光实在太忙了，是不是？平常更没有时间呢、啊，就来这电玩节休息的时候，差时间带着我们小草莓跑步一下，散步一下，真的好厉害哦！超级无敌厉害的，而且莫影是因为主动到处跑，真的好方便哦，完全不需要操控哎，超级无敌方便的。哇，我们小极光跑过来这里，沿着这个地方绕一圈，然后等一下跑回去吗？哇，街头艺人哎，跑完了，这么快，跑得太好了，感觉小极光有一点疲惫了，是不是该回去休息了？好，那我们小极光跟妈妈回家吧。电话接近还有什么好玩的吗？我们看一下哦。这边有什么没有玩到的吗？我们小极光来这边看一下，还是结束了，节庆好像结束了，多少人都快不见了。好吧，那刚好节庆结束了，太好笑了吧？怎么才十秒钟没有看你，小草莓就睡觉了？真超好笑的，超级也好笑的，可以趁他睡觉的时候帮拍照吗？你试一下，可以吗？偷拍他睡觉的样子，感觉一定超可爱的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小极光，来这拍一下吧。哇，醒来了，发现有人要偷拍自己，赶紧起来。真是的，好，算了，不拍了。我们小极光呢，带着小草莓回家吧，回到妈妈的家里，稍微休息一下咯。奇怪，我人物怎么卡住不动了？该不会遇到什么 bug 吧？这感觉节庆 bug 还蛮多的。可以移动吗？我们小极光可以移动吗？不行，天哪！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哦，这里啦，需要取消，我都忘记了。如果说在牵哥哥状态下呢，是不能做其他事情的，必须要先把这个牵绳状态取消之后才能做事情。好的，我们小极光呢带小草莓回家咯，带着哥哥然后回家吧。那就回到爸爸妈妈住的家，还有兄弟姐妹住的家这边，好，就回去咯。哇，我们小极光回到温暖的家，真感觉好熟悉，好怀念。哇，哥哥也在家，姐姐在家吗？姐姐不知道，目前还没有看到。爸爸在家吗？我们看一下楼上哦。爸爸有在家吗？爸爸好像上班。我在这里啦，姐姐，姐姐在家哦。真感觉好熟悉哦，超想念家人的。可是我们小极光快累死了。所以我们小极光呢，首先先洗个澡，来这边洗个澡，然后洗好澡之后呢，先睡觉，先睡饱再说。我们小极光上个厕所咯，不上个厕所洗个澡，那等一下是顺便我们小草莓也洗个澡呢，大家都洗香香，洗好之后呢好好的睡个觉，睡个三天三夜的不要醒来，一次给他睡饱睡足，睡醒之后呢再跟家人好好的聊天一下。我们小极光真是太累了，累到不行，累到边洗澡边哭泣了。不要难过，我知道白手起家超级辛苦的，但是我们撑过去的。真是感觉啊，这种钱自己赚的感觉还蛮有成就感的，真蛮好玩的。好，我们小极光洗好了，那么小极光我感觉呢，小极光可能就要睡觉了，睡醒之后再帮小草莓洗澡吧，就来这里叫小草莓吃一下咯。那么小极光呢开始睡觉，真是累到不行了。来吧小草莓，来这边吃一下饲料，然后我们小极光呢睡觉咯。这个是等我们小极光睡醒之后再跟家人好好的睡觉一下吧，家人讨论一下自己去生活的感想。今天看到首先家人感觉好棒哦，超温馨的，看到姐姐哥哥，
妈妈在哪里？爸爸在这里。妈妈呢？妈妈应该也是在某处。好，那么小鸡光睡一下了。哇，什么？等一下，怎么搞的？哥哥居然跟小鸡光说：“你来这里睡觉，感觉不太好吧？请停止。”什么东西？不，我们小鸡光要回到自己房间里睡觉，这样被哥哥禁止。哎，哥哥，你这样对妹妹对吗？这个是我妹妹的房间呢，为什么不准睡？其实我真觉得，就是游戏里本身的一些设定，有时候还蛮奇怪的，还蛮不人性化的。像这个部分就是只要这个模拟市民呢，他的住宅地不是在这个地方，那如果说他主动来这边使用这些东西啊，或是干嘛的，那当地的模拟市民就会说啊，你这么做是很不对的，请停止。可是这个明明就血缘关系的，明明就是小鸡光家呀，哥哥不要这样好吗？好吧，那么小鸡光呢？可能跟哥哥，来一个熟悉的秘密握手吗？唤醒哥哥的记忆，怎么搞的，哥哥？让我看一下，来个秘密握手。那等一下试试看，能让小鸡光跟哥哥说，能不能在家里过夜了，然后才能看着哥哥睡觉。真的好可怜哦，不然就是被当成外人了，好伤心。这小草莓超饿的，这里不是有食物吗？小草莓不是在吃吗？有啊，在吃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咯，能不能跟他说要留在这里过夜呢？有没有那个选项跑出来呢？我们看一下吧。目前都没有看到那个选项啊，因为通常都会有一个问说能不能在这地方过夜的选项，可是目前都还没有看到，奇怪。海生哥哥说不了，跟妈妈说，我看一下，跟妈妈有没有那个选项呢？问说可以过夜的选项，好像没有看到啊，奇怪，怎么没有问说可以过夜的选项？好，算了，不管了，跟娘妈的骂吧。小鸡光睡觉了，都快累死了，不管了，他们小鸡光都睡了，不管了，看是等一下会被哥哥或谁冲过来要骂呢？该不会宠溺要过来讲了吧？不是吧，妈妈，这个是女儿哎，你忘记了吗？妈妈说不要起来，妈妈说你这么做是很不对的行为，请赶快停止。哇，我的天哪，怎么觉得之前这种温馨感觉瞬间消失了？啊，小鸡光表示好难过，想回家里睡觉都不行，还被妈妈骂，回到自己房间里睡觉还被妈妈骂，被哥哥骂，树枝非常不好行为，请马上停止诶，怎么这么伤心啊？虽然说呢，这其实就是游戏本身设定的关系，像我前面提到了，游戏里设定就是如果你不是这个土地的拥有者，你在这土地上做的什么使用一些东西啊，做任何事情都可能会被抓的这个主人呢去讲。不过真觉得超级不人性化的，毕竟我们小鸡光原本就住这里啊，这个还是要妈妈呀，一般妈妈应该不会这个样子吧。对啊，好伤心啊，怎么办？我们小鸡光回家了吗？怎么这么可怜？好，那么小鸡光都来这边睡沙发好了，超级有点可怜。哎，回到自己家里想好好睡个觉都不行，只能睡在沙发上，还要被强迫听这个电视，都不能好好睡觉哎，真超可怜的。好吧，算了，我们小鸡光心碎了。我们今天晚上到这里，希望大家喜欢这影片。如果喜欢，记得帮我一个赞、分享、留言，还有不要忘记订阅，接收最新消息哦。感谢收看，拜拜。